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下午三点，天桥教会将在台南市议会前广场发起一场为登革热疫情洁净祈福祷告会，由市长赖清德以及林宪平牧师联合主持，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参与，为台南市的登革热疫情做洁净祈福。让我们以祷告来摇动上帝的手，守望我们的城市。这是全人医治特会以及领袖退休会的活动预告。这个礼拜六的9月19星期六早上8点到下午6点，我们有举行全人医治特会。在下礼拜六9月26号早上8点到下午6点，我们要举行领袖退休会。啊，你渴慕成为历史的主角吗？你渴慕成为一个小组长吗？可以来带领你的组员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若你有这样的渴慕，我鼓励你，我挑战你，一定要来参加领袖退休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我们内心的热情被点燃。全人医治特会还有领袖的退休会，真是让我感受到我那个内心的澎湃不断的被灵火来燃烧。很高兴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在9月19号以及9月26号有这么两场的门训，我也渴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们一起来参加，因为我们要加入这个机会，让神的大能来带领我们的生命更多的被造就被荣耀。欢迎所有愿意委身接受装备成为基督精兵的弟兄姊妹参加，报名请洽干事丽金。这是一个使用多媒体分享福音的时代。每个礼拜天，透过 FM89.1 南都广播电台，早上八点到九点是林宪平牧师的天桥之音信仰福音讲道单元；晚上十点到十一点，真情相遇是弟兄姐妹们来自家庭生活、工作、职场上的见证分享时间；接着晚间十一点到十二点，心灵鸡汤，聆听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了解音乐家的心境与信仰，欢迎弟兄姐妹收听。接着是林宪平牧师的讲道分享时间。